你人格这多少钱？我赔给你。你赔不起，够不够？帮我把门关上。没素质，师傅，这病了，先走吧。哎，等会儿。快搭车嘛。赌什么气嘛？我一个身价5毛钱的人，哪敢跟您赌气呀？您一路走好。别丢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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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华丽的人，这么高级的车，没有了，自求多福吧。要钱呢？5毛够吧？拿好啊，千万别弄丢了。怎么那么记仇啊你？给。你给我倒杯水，我吞顿口啊。他倒水去。你是他妹，你去倒。我啥也没对象，你去。不喝水，我自己能吃，我吞了还谁知道不上？宋华。 不是我说你啊，你是不是一拿到换成这样？你还是自愿自灭吧。苦。开车呀、啊？坐后面干嘛？我又不是你的司机，交钱呗。这，多大年纪了，这么幼稚？系安全带。开车。吃火锅了，我挺香的。谁让你来的？什么意思？这是我家。那我回去了啊。 哎，露露，那你吃完了早点回来啊。好，你要是没吃完的话，带点汤回来，我也没吃饭。